既然欢迎呢，是很奇怪啊，这个做人呢要有所节制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节制哈。这个在很多方面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香港的偶像歌手，他现在卖衣服了哈，陈冠希嘿。能不唱就不要唱了哎。我望着天空，好跑掉了。看着飞机默默。陈冠希啊，那么我最近呢，相信我自己可以 fly， 所以我很认真的在 fly 哦。我告诉自己，我相信我自己可以 fly，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飞机上面 fly。结果我就遇到了一些人，跟他拍了一些照哦，结果又有了一些事情。那我这不是我所乐见的，我等一下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心情，谢谢。好，也没有什么人关心你的心情呢、啊、，OK。接下来欢迎是那个星海罗盘的叶教授，欢迎叶教授。哎，各位现场来宾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，大家平安。对你啊，叶教授，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8年了，还是有这么多人听不懂叶教授的话。我今天这么样的苦口婆心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样的狠心？我希望你能够有良心，但是老师都让我失望。你还说我病得不轻。当然我们病的时候要去看医生，但是我这个心病没有办法看医生，因为心病还需要心药来医啊。所以今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，但是又不能不来这个节目，把一些好的讯息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告诉大家，听听叶教授，你的生活再清新啊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你讲的讲法之后让我们越听越迷糊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，嘿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卡通人物哈，哎，蜡笔小新还有小新妈，欢迎他们两位，嘿。我们家的家训第二条是回来的时候要说我回来了。哦，知道了啦。回来的时候要说我回来了。只要说我回来了就可以了。我终于带你回来了啦！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新蜘蛛，这个是我的妈妈。我是他妈妈美牙。这个旁边就是最近上一周看的小白，那边哪？这是小白。妈妈，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哦，是今天那个我们学老师教给我们的。大象大象，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大象，才是漂亮。妈妈，我们家的家训是唱歌不能换五个 key。哦，不是啦，妈妈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歌好奇怪，我唱完之后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大象鼻子好像没有很长啊？小新，现在不只是你的鼻子没有很长，很多小朋友的大象或小象鼻子都没有很长喽。到底为什么？等一下妈妈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好。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今天的题目了哈。这个说话的阴影呢，依然笼罩在现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哈。啊，我们到底谁能够相信谁呢？哪些饮料？其实难道真的只有饮料里面有吗？哦，我们的肉品健康吗？哦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食品的添加物是真的健康吗？为什么国外的这个啊，这个很多的这些添加剂哦，有18000多种都是列入这个管制，我们却只有。这个200-300种，为什么啊？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哈，为什么管理的这么样的松散呢？我们要问一下那个毒物科的主任，我们林主任，是不是我们的管理太松散？是松散。为什么欧盟这么样子的严格？因为欧盟啊来讲的话，人家的国家呢是有照他们国家的规矩在走，那只有台湾没有照规矩。台湾没有规矩。台湾。台湾，你看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几乎都是不相信政府的为多了哈。包括司法的判决，你司法判决只要判另外一方有罪的话呢，另外一方就来抗议，然后新闻媒体就把那个抗议的一方说这司法多么不公。那你看这样社会才能相信谁呢？
哦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。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哈，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添加料，包括这个饮料啦，或者是化妆品啦，这些都有参加这个塑化剂呢？这就是政府把关不严哈。而且你看看中国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做了这项研究，就是中西方的男婴小鸡鸡做比较，哦，那就是生殖器的比较，对，生殖器的比较。那说实在，我们真的输人家0.5公分哈。那这么少吗？应该不止吧，0.5到3呐，但是长大之后才会差到三呐。如果小时候差到三，那会差到肯定要差到13吧？差到13那老师你笑那么大声干嘛？老师应该有感而发了。老师如果去跟诺诺做比较，他就不会笑了。是啊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个本来外国的。男生长得比较高嘛哈，那差0.5公分其实没有差多少了哈，而且重点不在大小，在技巧嘛，啊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重点在于我们验毒的技术要比外国人好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你看看我们这验毒技术来讲的话，台湾我们有比较好吗？我觉得我们的机器非常很好，好像很比较老旧吧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医疗的技术在世界上算是数一数二的。那验毒的技术呢也不差啊，只是说我刚刚讲过，国人不相信权威，不相信专家啊。我们验出来的说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吃，那个东西不能用，他们还会。啊，这个台湾人跟他不敢信啊！你这样讲呢，他们还反而要去用看，反正用一下无所谓嘛。啊，等到真的啊，这个毒害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呢，才警觉到事态严重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国人啊，比较不把自己的健康当成首位在看待的，这个危险性在这里。那我觉得呢，政府应该把国人的健康呢把关把好一点，那毒害的源头把它抓出来，然后呢，让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饮料的这个标准、品管的标准、食品的标准把它定出来，这样才不会严格的把关，严格的把关，才不会出现男性呢出现什么女性化啦、小鸡养不大的问题等等，哦，还有出现这个女性性早熟的问题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谢谢。好。